晚上喝了三杯水的人是关不住的。你在哪里？一条特别长的，一撮撮，斯兰杰曼要比大。我们做一个很正经的开场白。Hello， 大家好，我是喵妮子，欢迎收看本期的恐怖游戏视频。这个游戏呢叫做 C， 这后面加了一个，这后面加了一个 LY， 说是特别恐怖，我也不知道哪里恐怖了。N1 begin。其实我已经N3，天哪，这是什么操作呀 ？A 一二三。不是应该按回车吗？这个名字其实我也读不准，我怕读不准被你们笑话，所以我就没有读。Special thanks to falling hoop。前方就高能，开玩笑，不要吓我。你们这，我最恨那种，是吧？就是这样，朋友们，我只要一叫。啊！你们就发弹幕啊！看着好害怕，放我出去啊！傅文佩，开门呐！晚上喝了三杯水的人是关不住的。哎，不能跑，不能跳。哎，啊，上楼梯吗？天哪，这是。Jesus Christ！ 我觉得出去也没有什么活路，里面也是死，外面也是死，怎么都是死。一共三层楼高啊！我们知道了，在沙漠中建了一个像监狱一般的地方，应该做越、这怎么有个皮球啊？能爆吗？能踢吗？哇，他粘在了地上。对对对对对对对。楼梯高能！哇哦 ，cool！ 啊，怎么停掉？冷静。谁把电闸关了？欠费了吗？怎么不交电啊？怎么不交电费啊？哦，这还有一个小灯灯，能存档吗 ？Why？ 雷海冰斗啊，倒着走会死吗？还是抬头走吧。咱们不能错过任何一个高能，虽然说我是很害怕的。哎，怎么卡住了？冷静，不要怕 ，no 怂。哎，怎么又卡住了？天哪，我一定要走到楼梯中间吗？我不想，那样走真的很害怕。刚刚搞一下停电就已经把人家吓尿了。你们有准备尿不湿吗？这边的皮球哦还在啊。你怎么还在这里？能踢吗？大锅又站上来了，又是铁的粘住的。停电。我跟你讲，这种游戏就善于玩心理战术。等你走两回合后发现没有什么卵用，一点都不害怕的时候，突然间就给你一个高能。是吧？我要是游戏设计师，我也这么……啊！敲门不要命啊！这么敲门是家里死人才这么敲的好吗？你不会很轻柔的敲两下？哎，这样子很容易看不到高能的。来，关灯，开灯，在哎灯的位置变了。在那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老精灵。我们要大胆的向前走，不要怕，不用怂，不就是敲门吗？对吧？你再敲，给你个菊花，不要逮我。你好害怕，我也好害怕，我都这么说了，你们能不能不要那么怕了？一般有一层有高能的时候，下一层就不会出现高能了，是吧？连续下次没有任何，门打不开了，门打不开了。啊，这个出乎我的预料啊，还有打不开这一说。哎，你们记得那个表情吗？
我好方啊，我好方啊。玩什么呀，不要怕，对吧？大不了就被吓死嘛。你怕被吓死吗？我真的被吓死了，我真的被吓死了，我不要玩了。Jesus Christ！ 拆迁大队来了。啊哦，嗯哼，天哪！我靠，这个语言我真的不认得。啊，应该认得啊 ，Young， 啊什么我子什么什么 in 什么什么二层什么什么，啊什么 room but never came out 的每一啊什么一直都没有出去，真的吗？啊，有个这个年轻的小孩子在二层的楼里面被锁住了，然后他一直出不来，一直到他死掉。哎，刚刚怎么出现了一些幻影的样子？哎呀，真的出不去了！我不是那个 young lady 好吗？哎呀，那我应该怎么样啊？我坐这儿好了，坐上。我看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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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不见。嗯哼。嗯。来呀，造作呀，反正有大把时光。来呀，走！我知道你们能听见声音，我也能听见声音，但是我们不要怂，这个时候就应该上。你看那个绿色的灯泡是吧，就在给予我们希望。你看他最后就是嚎叫一声，然后又把门开开了，搞什么嘛。我们现在有恐怖游戏之魂，这也意味着恐怖游戏的开始。我觉得这个球总有一天它会从上面掉下来，毫无预兆地，特别吓人地。叮，嘣，然后这个灯，哦，没有灯了，居然，好嘛，好嘛，二楼开门，我们就假装刚刚是那个小女孩死了算了，有什么遗言吗？又更新剧情了，哇，好开心啊！更新剧情了，翻译真的吗？刚刚那个剧情讲的是什么意思呀？他现在知道你在这儿了，记住 ，Don't look behind you， 我就要看。长眼睛不让人去看吗？有本事再关门啊，拍死我啊！哎，在第二层，上次那门一关，哎呀嗨，哎，哎哎，我跟你们讲啊，我以前还真有这样的经历，知道吗？我在一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特别高的一个商场，我在一楼修手机，苹果手机皮壳给摔碎了，然后让他给我换手机，然后我就趴在那个柜台上，他那柜台上面有一个支的嘛。然后那边就是一个空的大挑空，特别高，然后就在旁边，真的，它那块有个台子嘛，然后有个就是那种一层到二层那种台子，然后这面是大挑空，我离那个地方就这么宽，我就在那趴台上看他修理，然后我说我要不出去走走吧，因为他修的可能时间比较长，然后我就准备要出去走的时候，完了从上面掉下来一个旋转椅子，嘣，就在我旁边，噔就下来了，我当时就。哇塞，你们知道吗？那种情况下真的是心脏一直都在炸裂了，一直在那蹲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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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蹲，就这种感觉，突然间从嘣掉下来了，我跟你超吓人的，灯也关了，
我要去找修电的。修电工你在没？在边段淡定了呢。哎呀，这个灯假装是人吗？你放一个人，你换个人偶也会把我吓一跳。你看这个在这儿，一会儿就穿越了。嗯嗯嗯嗯嗯嗯嗯，温佩，开门呀！我又来谋杀啦！你来谋杀要自杀吗？哈哈哈哈哈！He cut me open 啥意思？他把我解剖了吗？他把我砍了吗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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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我一方面我自己很害怕，另一方面我又想给你们看到这种特别惊吓的场景。哎呀，起着一身鸡皮疙瘩呀，恐怖又……瞧这小孩哭一点都不像小孩哭好吗？一会儿皮球，我操！你是不是跟上来了？好吓呀！阿西巴！哇，这个声音就在耳后，但是我绝对不会回头，不要骗我回头！哇，这个灯假装给你一种很安心的感觉，其实你可以把它假装想象成人。我们还得进去，我跟你讲，一层一层走。关灯了，就一些灯和一些新音效嘛，希望如此。下一个 ，I will see you. OK， 我知道你能看，你是用监控看的吧？哼，监控狂人，大坏蛋，嘤嘤嘤，这个皮球搁的这边就不动了，铁做的。哇，变红了！回头啊，为什么要回头啊？那我们倒着走好了，说不定有什么惊喜嘞。嗯？嗯？嗯？你嗨嗨嗨！长得像一坨大便一样，这么黑，那么长，看那个颜色应该是宿便吧，很久未清啊，宿便成精了，救命啊！有点长啊，哥哥你是 Slenderman 吗 ？In hell 在地狱，好吧，我说错了 ，hell 是在地狱吗？I don't know, I don't know. 假装自己很有文化，翻译对的。我不觉得，我觉得我现在是在大城之内，而且前面堵了，有点黑。我们得推波助澜，把它顺下去。我们就是那个润肠减肥茶。哼啊，我们那条大便便还在吗？是吧？你现在。这么一解说，你们是不是就不害怕了？是吧？你们宿便上一个星期，然后再拉出来的上面，哎，哎，哦，I took my baby.The noise he made， 那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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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不，大致就是说他把我的小宝贝给抢走了，就那个爸爸吗？哼，叫爸爸好像没有什么错误哈。我们不经常也很调皮的管自己的父亲叫爸爸吗？对吧？爸爸是这个世界上最苦逼的角色。哼。他和某样东西有点重名，谁发明的？
然后这个声音就是那个人弄的，是吧？爸爸把那个孩子弄得哭得不行，我都快疯了。爸爸要把我弄疯了，爸爸把孩子弄疯了，孩子又把我弄疯了，大事就是个样子。哎，哎呀哈，哎，传送门呢？这个穿越棒哎，哎，你，哎，你这样做真的好吗？旁边拉两个粪，啊？要我开门吗？行吧。他告诉我，永远别想离开这里，无论我怎么做，都永远不会离开这里。手电筒不管用了，还带着转角转，有转角杀吗？看着前面黑漆漆的，感觉应该会有宿便粑粑吧？哎。啊，最后的最后是 separate to an end 啊，最后他把它给终结了，是吗？被一条宿便给终结了，那不就是拉出去了，对吧？被厕所冲了，我是这么理解。你要往这面放啊。它这个是后面那个水那个什么铺了嘛，所以说它的声音会再炸一点。我们看了一堆剧情看不懂。他来了，我们准备好开门迎接爸爸。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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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里？一条特别长的一撮撮死蓝精们要比的啊！我看错了。他比死蓝精们好看多了。谢谢 Andy 送的那么多的 Oh, I want to do what's by him for his new just 哎，我觉得看录播的朋友们现在就特别的有福，因为才能看到喵姐的翻译，虽然说翻译不是特别好。哇，这是什么意思？ He's here， 他在这儿，我知道，开门杀嘛，不就是回头杀、开门杀、上下杀、左右杀、穿越杀，是吧？这是这个游戏的宗旨。如果你要是觉得是吧压力特别大，跟女朋友分手了，你可以来一发，下一下也许就不那么觉得失恋是特别恐怖的事情，对吧？这是恐怖游戏的宗旨，让你有一种身心愉悦的感觉。啊，又是 He's here， 他无时无刻不在我们的体内的大肠节儿。他一直出不去，在我们的体内，为什么嘞？藏啊！时间，啊、你还真买，你还真买啊！我想起了这一天被宿便所支配的恐惧。真的，我除了这个东西，我实在想不出来其他的形容词了。虽然说，我觉得是吧，人不可能黑成那样，但是他那个形状。和那个条状还长了两只手，这样贴了两个眼睛。游戏结束，做的挺吓人的，就是那种有点像 PT 的那种来回循环的一种模式。所以说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是吧，可以哎到我的群里面去下载。我现在呢因为这个游戏里面啊是不允许片头片尾放一些宣传自己群号还有微博的这样信息的，不然视频发不出去。所以说我只念一次我的群号啊，是32640313136啊，32640313136。喜欢朋友可以加群，每次直播的时候会在这个群里面通知的，以后就不以这种文字的形式给大家发了。那么就这样吧，さよなら。